谢谢 KLV 送的点亮，感谢大庆油田送的教育啊。 星战昨天不是退款了吗？问大家还看不看？大家都说不看了，就退款了。我昨天还特地问了问一些这个现实里的人，我就问了一下：中国人是不是对星球大战完全不感兴趣？回答是：中国人确实对星战不感兴趣。 晚上好，刚来的观众朋友，晚上好，大家晚上好，感谢夜愿送的一个加油呀！五月份搞不搞给他6？ 五月份给他，五月份如果出了 GTA 6了，我就一直直播，直播到直播间被关闭为止，然后换一个不会关闭直播间的平台，好吧？等五月份你说的那个 GTA 6上了之后，等你说的这个 GTA 6上，等你，我在风里雨里等你，直接直播间给他干碎我。感谢丹尼森送的加油呀，感谢碎影送的小心特效，谢谢李一普送的黄桃罐头。 A nightmare woke him up. Frightened by his mother's bedtime story, he searched for his sister's comfort. But she was nowhere to be found. This估计得上游戏园了，上下游戏园。先上下游戏园吧。添加素材，游戏进程，选择。 恢复。啊！我刚看到个闪光的东西，我怎么感觉操控的角色有点像是个木偶啊？不太像是人类。两个士兵和一匹马。 量了一下自己的身高，用一个 AR 的单位来描述的。这小男孩还是小女孩？神秘海域6，你说的有点太低了，至少神秘海域23吧。 There once was a girl who snuck out of her bedroom window at night. She went into the forest. And at first, it welcomed her with warmth and a promise of adventures. 这游戏叫 Bramble 是什么意思 ？Bramble 叫什么意思 ？But soon, the forest seemed to grow. 上面就写着一行字 Bramble. And darker. The girl was afraid, and she wanted to go home. But Bramble crawled around her arms and legs. 啊 ，Bramble 就是荆棘了。She couldn't get away. 游戏名就叫荆棘。 And the girl was never seen again.
Especially you, Lilimore. Lilimore? Their mother had said before kissing them goodnight.嗯，火车会掉下来吗？还真掉下来了，哈哈，把火柴弄掉下来了。但是下面是有东西的，抽屉打不开，这儿显示是有东西的。这光是在下面。你们可以把它当成 limo。哦。不能还看这个漫画吧？这点了一下门之后又那个了，看一下墙壁上的这幅画。嘎吱嘎吱的啊，怎么弄得嘎吱嘎吱的？感谢莫吉托，谢谢东魔送的脚丫，谢谢蓝湛影和接过老板送的多喝热水，感谢魔送的为你点亮。谢谢蓝正老板送的奇幻礼花筒。这下面确实没东西啊。书里面还有什么？书里面也没了。There once was a girl who snuck. 窗子这打开可以出去，有个闪光。为什么不睡觉？为什么要爬出去？为什么不听？ The darkness outside scared him. 他为什么不听妈妈的话？还是他在做梦？恐怖游戏我溜了，看不来，云儿蛋，大家看看啊。Being with his sister scared him even more. 平时就吵着闹着说，主播你什么时候玩个恐怖游戏？我啥话没说他就来了，恐怖游戏我溜了，我害怕，都是这种人。游戏还没放了，恐怖游戏我溜了，我的就把他吓得，我就已经这就开头的一个小画面已经给他吓得屁滚尿流了，差不多都快超尿布了都。把他名字读出来，鱼儿蛋，省得有人说，哎，主播你是不是变弹幕啊。The nearby forest was a familiar place during the day. 说得好，鼠胆啊，鼠胆，简直是鼠胆。But at night, it was a different story. 他出来的时候不是睡衣吗？怎么突然之间穿上他的小马甲了 ？There was no trace of Lilimore, and Ulle wished he could ask the pine cones if they had seen her. 原来 Lilimore 是个金色短发的小女孩，从旁白当中，从旁白中知晓了她不是小男孩。这个松果人突然砰的一下，要给她吓尿了。